麦格伦给 K 掉。目前麦格伦也只投了43个球，刚才面对陈冠仁呢是连续4个坏球。所以刚才杨振伦也有提到，面对麦格伦今天这样的一个投球还是得选了。哦，这球打得结实，左外野方向看起来留不住了，一个左外野方向的2分炮。师兄林志胜这时候是一棒呢，反而是把比数给超前了，这也是今天蓝Go的第一次安打，也非常有这个暴力员的味道哦。一支安打就把7支安打给比下去，这是一支2分打点的全垒打，今年球季林志胜个人的第6号的全垒打。刚刚看到那个蓝Go那一支桃园啊，哇，怎样踢派起来？这是今天呢地主队的第一支的安打，这是像狒狒跟圆要 groom 你这样在那边蹭就对了。哦，不错不错，所以这也是棒球很奥妙的地方。对哦，前面被麦格伦吃的死死的，这个半局哦，一个保送，然后呢棒的一声呢下变2-1了，所以林志胜哦刚出了炮就有这种情况会出现。接下来的郭颖文这一球也打得相当的结实，右外也形成了一个安打，这时候郭颖文呢绕过一垒之后推进到了得点圈，所以两出局之后呢拉米哥的攻势就起来了，打过一轮适应能力就比较好。我今天举高趴稍微外角偏低的地方一拉了起来，一打出去就知道真的是留不住了，打到这个鹰架上头去了。这也是今年球季林志胜个人的第6号的全垒打，麦格伦被打的第4支。郭彦文安打在出现之后呢，也迫使兄弟相对呢叫出了第一次的暂停，那也蛮期待啊。